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左航。就是我购入了一台电脑，就是以前我想要录歌或者说写点东西的时候，必须要在公司的定点电脑进行操作，就是很限制，我只能在一个地方。那么当我购入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之后呢，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做这件事情，就是很方便。我创作它外观看起来光彩夺目，它摸起来丝滑细腻，它打字打起来是打字的感觉。我是最后一个买的，我的好兄弟们几乎都有，就是我是买的比较厚的一个，晚的一个。我是看了大家买了之后，我自己做了一个分析，我觉得我买的是好的。拜拜了。